来看一下啊，是另外就是，如果你要查资料，除了可以用筛选之外，哦，其实还可以用格式化啦。好，那筛选的话特别注意哦，这边其实我们最后是把它变成一个按钮哦，因为如果每一次都要从资料里面筛选，然后你当然点这边，其实在找包含，其实也 OK，可是其实还是有点琐碎哈，所以后索性我们干脆是怎么样把它包装起来。那当然，我是希望说将来哦，你们期末报告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按钮啊，比如说哪些功能，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那我是希望说，直接干脆点它的时候呢，直接帮我把这个地方显示，请输入成语关键字，那我就直接可以把关键字打上去，然后它自动就帮我把那个相关的关键字找出来啊，比如说像刚刚找数字九好了，九有哪一些？OK 哈，然后当然把这个关键字打进去之后。它就自动在这个范围里面比对，如果里面包含有这个字的，当然不管是它放在头、放在尾、放在中间，其实都会找出来，按确定，好，有没有？它就出现了。那当然呢，你会发现它前面是蓝色的字，而且会跟你讲说它是在第几列的字，这个是列号，第几列里面有这个资料。那你想说，那其他资料跑去哪里了？跟各位讲啊，其他资料这个筛选其实就是怎么样？帮你把那个不想让你看到的，就把它隐藏起来。所以其实它还是在，只是它是躲在这个里面的。但你把它把它拉宽哦，有没有这个拉宽往下拉？它其实我看是可以把它拉宽，它其实躲在这里了哈。在这里有没有？这里可以有没有？这边出现了，也就是它其实还在，只是说呢，它不希望你看到，所以它把它躲起来啊。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些资料拿去应用的话，然后一样把它选起来，Ctrl C。然后呢，可是比较麻烦是说，你可能就是需要自己再建一个，比如说建一个什么，你这个关键是九，那你可能要必须新增一个工作表。那假如说你要保留这个有关九方面的成语的话，那你的动作可能就是变成新增一个工作表，然后把这个工作表名称改成九。有没有？然后呢，把这个九的工作表搬到这边来，然后再把这边找到的 Ctrl C 之后呢，再把这个九的这个资料贴过来，这样就有啊。当然最好是说，因为它栏宽好像栏宽这边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我的习惯是我把 A、B、C 三个栏位让它自动调整它栏宽，所以我快点选 A、B、C 三栏，快点两项，它会自动调整，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很多了。不过啦，如果你打，当然你更怎么讲，你像它长得更漂亮啊，甚至你可以再帮它加个框线啊。不过这个其实就是看锦上添花了啊，比如框线这边点一下，有没有？这样更漂亮，甚至上面栏位名称你也把它填一下，有没有？字把它换成这样，感觉哇，感觉好像更专业一点点啊。你不做其实也没关系，但只是说做了之后感觉会更舒服。OK，所以你可以把这些资料留在这边，那可是问题来了，那如果假如说我希望因为像刚刚筛选成语啊，我找完之后变成我还需要手动去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太方便的。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我不要手动，我希望呢，我把刚刚这个复原好了。我希望呢，刚刚这个成语筛选我希望延伸就自动帮我产生一个。那产生一个之后的话呢，再帮我切回来，让我再继续查别的，所以怎么样把筛选的结果存起来？其实这边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后续再把程式写出来，只是说后续写出来程式有点小复杂了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了然后背后的程式其实也蛮简单的，所以我们上这个在云端上也有，总共的话其实就两行。我看应该是啊，跟这样应该是录下来是三行，不过实际上写成两行就可以这个撰写风格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这个是之前录下来，那输入的话其实就 input box，把关键字找到之后，再加上 auto filter 不过我记得这个是可以删掉的。然后 active range 这边其实这一行其实是不用没关系啦，因为你会发现这边已经有底下有 auto filter，这边又有 auto filter，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拿掉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底下这一个
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范围做筛选，其实就是 auto filter。那后面的话，其实就几个参数啦，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参，一个是哪一栏哦，我要的是第一栏，所以 field 后面等于一哦，指的是针对第一栏。那这个 criteria 一指的是什么条件哦？就是我要找我的那个关键字哦，在这边。那后面这个其实什么 operator end 这个其实可以拿掉了，其实主要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哈。但问题来了，如果我今天希望哦后面可以把结果呢再把它保留下来的话，那应该怎么写这个对应的程式？我想哦，请各位也许再稍微了解一下。那还有就最后其实就是格式化啦，如果我不想要怎么样，不想要把那个资料隐藏，我是希望说他把它怎么样？比如我找三好了，我希望呢把这个资料划线有没有？这边有三的画底色，那其实就是这个上个礼拜最后讲的格式化了。啊，我是希望这些功能哦，你们也可以想想看哦，可以把它用在你将来的期末报告上面，所以也许你们可以在开始可以构思一下再给各位时间长一点，就是说，如果今天针对某个经典，如何把那个经典把它转成表格的形态，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具备有统计的功能，也可以具备有这个就是找资料的功能。OK，好，那待会我们再看延伸的部分好了，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哈。